嗨，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白。今天我们接着思考我们的麦克拉夫，我们今天要来开始做我们平常不会去做的事情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在上一回的时候不是已经把所有的 boss 都打完了吗？那既然都打完了，那我们现在还要干嘛呢？没错 ，Let's right， 我们今天要来呢，把我们的装备再给它更胜一层楼咯。首先，我们必须这猴子很奇怪，快疯了。没事，我们要把我们上一集不是有打那只王嘛，然后王不是掉了一大堆超强的装备嘛，也就是我们的御水系列啊，他足足掉了可以说是接近一整套吧。我发现他没有掉裤子给我，结果我裤子还是要自己做，是不是？好，没关系，好，没关系，反正我们有这些装备，头盔、上衣、裤子加鞋子，你们都知道，这次还可以再就是再更强化上去嘛，所以我打算想要把它强化到，强化到，我看一下，我想要把它强化到这个等级，也就是这个叫什么，很黑暗很强大的等级。对，我们原本的6会变成8，然后这个是加7，所以裤子这个穿起来的耐久特别好。可是这些材料都有，偏偏有一个东西我们没有去拿，扭曲军兵，这是那个啦，地狱中的那个木头。对，我们就只需要去那边砍木头就可以了。然后木头砍完了之后呢，我们就顺便，应该是我们现在就可以来做了，我们的 A 什么东西来着的。我们要来做我们的那个无尽贪婪装备系列。对，可是我觉得突然这一集要做无尽贪婪装备系列好像没什么用。对，因为没电了，不是这个问题，不是没电，是就好像用不太到，对不对？基本上我们的材料应该是够做了，应该吧，我不太确定，因为它这个东西是没有合成表，它的合成表应该是来自这种多重工作桌，合到这里之后的更多的多重工作桌，所以就来去试试看吧。我家木头量应该有点少，应该不太行，我们去砍外面的吧。15个、8个、17。17个好像就够了，然后这样子，有了，这个是多重双重合成台，也就是不断的合上去的意思。那这个双重合成台呢，本身是可以从这里升级到这里 ，extra craft table， 对，就是这个桌子啊，最终级的。那可是这个那个合成表好像不见了，我只能够上网查。它的网络上的合成方式就是把这个放中间，然后用我们的这个。这个是我们的最终级的锭，对不对？就是很贵很贵的锭，需要一大堆钻石跟我们的地狱之心合出来的锭，我们就称之它为无尽锭好了。这个无尽钻石锭，无尽钻石锭，然后这个无尽钻石锭呢，必须要排在它的周围一圈，就可以合成出这个东西。对，不过因为合成表没有写，所以我也不太确定能不能合得出来。如果不行的话，我们就照网络上的合成表来操作就可以了。好，来试试看。转一圈，这个每一个就是都是用地狱之心的，可是因为上一回我们就已经有中地狱之心，所以其实根本就不怕材料不够。然后这个 double 桌子丢进去，没有配方，果真没有配方 ，Oh no， 没有配方，所以我只能够借助黑魔法的力量了。OK， 合成出来了，这就是我们的终极合成台。这个点开之后界面是长这个样子。对，那剩下的部分呢，我们就只能够先做到这里，因为材料不够。对，因为几乎是可以把所有材料都丢进去这样子，应该基本上已经不够了。好，那么我就继续等着挂机，然后我就自己就是多多的把那个种子啊什么的，就尽量多多丢进去，那多多给那个上面的那个电脑上种。然后还有一台机器，我们也必须要做，也就是我们的这个。哦 ，OK， 我看了一下合成表，它的合成表材料我们目前做不出了。那么接下来的时间，我们就来去中介收集我们的裤子吧。Welcome to 谁？谁啦？为什么一进来就有人想射我？哦，远方的啦。你们吃过仙人掌啊？你们这个哦，好痛哦！再戳一下他就死掉了，他一定是没吃过仙人掌。给你吃吃看。哦，这个真的，这个真的是神武吧？我觉得这东西根本就神武吧，好强哦！目前用下来超级满意的东西，目前用下来觉得超级 OP 的东西。嗨，你干嘛？你是想秀是不是？想秀？我请你吃我仙人掌，请你吃我仙人掌。哼，好，来吧，扭曲菌菇，看一下，12个。多砍个几个呗，反正也没有关系。啊，这个一次掉2个，54个，其实够了。OK， 来做吧。首先，我们必须要把这个锭合成成，应该是点它最快。这个，一个，
几个部位就做几个吧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对，一二三四个部位就四个。好，把我们的御水装都脱下来，一二三，还有一件裤子是，有一件裤子耐久没有满，真的是没问题吗？有，这什么东西？一坨黑黑，这什么？为什么总觉得好像叠上去之后，整个衣服变胖了不少？哦，我们直接做一个新的好了，不然的话它这样子太亏了。OK， 这个装备是加八、加十、加二、加五，你们是噔噔噔噔，然后噔噔噔噔，结果穿上去跟我没什么两样啊。我的外形还是没有变啊，有看起来比较厉害一点吗？好像没有。好，那么首先呢，我们如果要来开始打造我们的外太空飞行装置，首先我们必须把这个高炉给做出来。OK， 高炉做出来了，我们就把这个高炉放在这一边。再来就是它会长这个样子，我们就开始大量的把材料给丢进去，需要一大堆的煤嘛，对不对？一大堆的煤。一大堆的妹，一大堆的妹妹，铁好像有点少，等下再去楼上多领一点下来，我丢丢 ，OK， 他就会开始帮我们烧钢。基本上这个过程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啊，反正我们就是尽量就开始筹备一些材料啊，开始筹备一些材料。好了，那个钢锭开始慢慢做出来，你们看，已经可以开始做飞机的尖头拉锐，以及我们的引擎吹吹吹死你风风，以及我们的太空站，然后一些简单的材料，基本上这些材料就跟那个之前没什么两样啊，之前没什么两样，基本上就是这些，反正它就是要一大堆有的没的。对，我刚刚看到钻草变成卧草，差点变脏话，然后我们还有太空衣啊，太空衣还需要注入一些氧气之类的，反正我们就是慢慢玩，因为这一版的那个飞行也是一个比较简略的版本，我们就可以不用想太多，我们就是照着我们自己想玩的方式慢慢玩就可以了。再来就是我必须要来把这个种子再做一下扩充哦，不然的话我们的材料其实都很少，像是地狱之心可能就不够。好的，一切小事情都完成了，那么接下来就是我想要给你们看一个很酷炫的怪物，就是上一回本来不是有跟你们说有一只很酷的怪物，都还没有被发现嘛，对不对？那么今天我就来尝试的把那个怪物给召唤出来看看啊。那个东西呢，需要搭配我们在上一期找的虫壳啊，需要搭配找的虫壳。那一只王应该目前来讲还没有在任何我是指有一些啦，还没有被发现。那我们需要准备这个壳体，对，应该是还没被发现吧？应该啦，就我是指召唤方式，对。好，走。我们先来去现实啊，为什么要来现实呢？有一个小东西我们要认真的看，就是呢，我们如果呢在附近发现文字啊，如果发现文字，我们就可以把它带过去，然后呢去地狱。它是文字吗？它不是文字，它虽然上面是写文字，可是它不是那个模组的文字。对，所以我们要特别的去找那个模组的文字。我这边都已经准备好大师球了，因为那个文字呢，如果带到地狱去呢，会有一个很惊人的变化。请问你是什么？你是蚊子吗？它算蚊，它飞好快啊！它飞好，它我竟然我看过它，可是它每次都被我打死。我们抓这只过去看看好了，可它应该不是什么蚊子吧？它怎么？我看一下。我不确定它是不是啦，但它叫石柱阴风。其实你们知道吗？石柱阴风是可以养的。对，它叫石柱阴风，所以应该不是吧？好，那我刚看了一下，不是它，不好意思。啊，找到了，就是你啦！找到了，大师球，走吧。好，再来呢，我们还需要一个小东西啊，你是小蜜蜂，好可爱哦。呵，我看看它有没有掉东西给我，它好像没有。继续找找看，它会那个苍蝇啊，打死之后呢，会有一个几率啊，会掉一个蛆，然后那个蛆我们就可以拿来结合成最厉害的东西。对，所以我们还是需要苍蝇。对，对，没错，它要把那个苍蝇进化成一个非常可怕的生物，所以我们要继续找寻我们的苍蝇先生。你们呢？为什么每次这样子砍，好像都这个好像也是。哦。有了，拿到蛆了，就是这个东西，这个小东西，这个小东西呢，可以把这个
蛆加绯红蚊子口气变成这个绯红绝菊，然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拿来做坏事了。没错，走吧，我们直接，我们现在身上还有一只苍蝇，那我们就飞到地狱区吧。有了，这里就是这一区。然后如果说我们把这一区的苍蝇给召唤出来的话，它就会变成绯红版本。来试试看，你不是要变成绯红版本吗？还是它吸血？但是他可能要吸个血，来，我在等待他进化。他变了，他变了，他在吸我血。啊啊啊！他掉什么？他要掉东西吗？啊，他没有掉，他没有掉，他有变，可是他没有掉，可能还是有机会在这里遇到他啦，但就是运气可能要。这里怎么那么多怪物？这里怎么那么多怪物？我要请他们吃我仙人掌，看一下，关掉。嘿，嘿，走开，走开，走开！这怎么那么多怪？哦，一发一个，看到没有？仙人掌发射器，不要一直动，很难射。你也不要一直在那边射，你也是，你也是，装傻嘞，装傻嘞，哎，蚊子，啊，哎，有了，绯蚊红蚊子口气，然后就把这个，再加上我们的蛆，变成绝菊，菊绝，绝绝菊，绝绝，然后我们就把这个放进我们的壳体，我不太确定是不是，是不是直接放进去，但我们试试看，我们试试看。这个再加这个壳体，然后有了，你们看，它进化了，有没有看到没有？神秘蠕虫，没错，就是这个东西，它已经成功进化，这个可以重复使用哎，但其实泄露，我们去召唤吧，我们去中介召唤这个邪恶的妖怪，在哪里？救命啊！那么这个东西呢，也算是这个模组中的最终 BOSS， 好不好？也就是我们的亚历克斯的生物模组，也是也他的最终大魔王，对，最终大魔王。那么我们就是把这只虫呢，非常不客气的丢进虚空里。出现了虚空蠕虫，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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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请你冷静，冷静。他很愤怒哎，而且为什么我觉得他好像每一发都会打到我啊？他是每一发都会打到我啊？那我飞快点，那我飞快点。他是每一发都会打到我啊？哎呦，你们不要小看虚空蠕虫哦，他这个，哎呦，传送洞，那是他的传送洞，你们看到？他会瞬间移动，他就是利用那种方式来进行传送的。哇，很夸张，很夸张。不过很好笑的事情是，他的那个身体会一区一区的这样子出现，对，这样出现。我好像快要被他打到。受不了了呢！好了，不要再打了。我们只是没有真的拿出真本领来弄你，你就这样子，这样子，你嚣张了你嚣张了痛苦吧，痛苦吧！我是做错事情了。他怎么一直分裂？痛苦吧，痛苦吧！哎，哑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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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像更惨了呢。哎，怎么没完没了，没完没了？太多太多，救过，好像有点太多。你们可不可以稍微冷静一下？冷静一下，冷静，冷静。有了有了，剩一点点，剩一点点，剩一点点，还敢来？点点点，哦，也舒服。死了吗？你应该也掰布了吧？你掰布啊，掰布啊，掰布啊，掰布啊。哦，那两个是什么？是掉落物吗？怎么还是有那个低鸣的声音？我拿到掉落物吗？怎么办？我是听得到低鸣的声音，好可怕！我稍微搜寻一下，它附近有没有掉落物好了。这个是什么东西？哦，龙鳞啊，龙鳞哦，原本的那个龙的鳞片，我们的中介龙的鳞片，结果没人想理它。打完之后，我们就直接去别的地方了。到现在到现在才发现。可惜，没关系，我们就是把这个 boss 呢也给解决掉了。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他，他就是有点
有点那个什么科幻化的一个虫子，对，我相信应该比较少人知道这件这个模组有这个东西啦，对，我是觉得应该比较少，大家可能都觉得说装这个模组它就只是装饰一下这样子，不过至少我有拍给大家看，对吧？好啦，那么就是这样，感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回再见。你有什么意见或者是你有什么想留言的东西，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，那就这样啦，拜拜。